南的东山咖啡那边的咖啡厅，然后因为这礼拜天是母亲节啊，因为我阿嬷就是在东山那边，我们会经过我阿嬷家，会顺便去跟她说个母亲节快乐。那我们就出发咯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哦，然后要打开小铃铛哦。真的是很久没有走林内这条章鱼大桥了耶，所以一上桥就马上开始拉转啦。因为平常其实也没什么拉转的机会，所以一碰到机会马上就趴个车轻轻击踏，这是一定要的啦。因为这条桥真的是很好拉，不过下桥的时候要小心哦，旁边有一个测速照相的牌子，所以不要像我第一次来就傻傻的直接冲过去啦，旁边有没有三脚架都不知道。我们停在路边休息。啊！我的帽子，我只有照到镜片吧。然后为什么会停在半路呢？因为我刚刚在骑的时候，就好像听到后面有人在那边哔哔哔哔哔，好像是我们的小伙伴，然后不知道为什么要逼我们。安全帽就听不是很到啊，然后他又很远，那边哔哔哔哔哔，我以为我听错了，他真的不见了。我们现在回头去找他，然后打电话他也没接。哎，来了来了，这里笑死哎，到底怎么了？好，加油啊！有啊，啊太远了，很小声啊。出发了，走啊走啊。平常都是跑日月潭的那条线路居多，就是急急水里到日月潭这条，那因为真的很熟了，可是偶尔去跑跑其他山路也是很不错的，很有刺激感，很新鲜，而且台山的路很大条，弯也很大，真的非常的舒服，在这边牙玩真的是很开心。我一直都很喜欢台山这条路，尤其是北台山从狮潭到汶水这一段真的非常的好玩。不过南台山这边也是有很多好玩的路段，而且都没有什么人，车子也很少，所以这一路玩下来真的是很开心。只是市区的平面道路还是稍微嫌多了一点，塞车的时候真的很热，很希望可以快点通过这些塞车的路段。好，因为下台南这段路还是有一点距离，所以中间还是先加了一下油，而且这些油价很便宜，所以就顺便把油箱给填满啦。补满了油之后就继续我们的南下之旅，这个时候已经快要到东山咖啡了，已经进入到我阿嬷家附近的这条山路。每次来的时候都是开车，所以第一次骑车来真的很兴奋，而且我知道这里有很多弯都很好玩，所以真的很期待骑这一条山路。不过美中不足的就是这条路真的不是很平，路有点烂啊，所以路上看着我的骑车画面就觉得我抖得像是中风了一样。这条路骑到底就到了我们要休息的这个 Seven 的门市啦，终于可以到 Seven 里面休整一下了。一整路下来都超级热的，而且我们是在大热天的正中午骑乘，中间没有休息，真的快要被晒成人干了。好在我们终于到 Seven 了，所以可以稍微降下温休整一下，然后再继续我们后面的路程。我靠，我刚刚上去撞山，快点啊，我太快了，我也做市长哦，路超烂的，路超烂的，我家可以直接不用再搭车。啊！你这个坏人啊！啊！快要撞山，都吓死我！滚！白痴啊！这边消毒。哦，我需要降温。哦。我们在 Seven 休整，旁边就是我阿妈家，因为这边可以顺便买个伴手礼给他老人家。然后骑，我们从十点出门。一点快一点的时候到了，然后路上超级热，但是骑的时候不会很热，就是风雨打，其实还蛮凉的。
但是因为路程实在是，就是中间为了拼时间都没有休息，然后一路上是一直点灯红灯啊，然后就是中途弄停下来弄那个摄影机。我刚刚到，然后安全帽拿出来就变成这副德行。我打算不管它了，今天这部影片就这样好不好？忍受一下我的那个消薄造型。所以其实中间就是都没有休息啊，所以其实嘴巴会干掉，就烧起来都没有喝水。没关系，我们今天就是要去那个平台拍美美的完美照，这样。吃饱喝足，然后我们现在就吃差不多啦，然后就去跟阿妈打招呼，跟她说跟母亲节快乐，然后我们就可以上山去喝咖啡。好，出发啦，阿妈，你来啦。妈没有发现我们骑对吧？我俩不知道跟别人交手。哎，哎，妈！哎，呀，你有听懂他们骑？你听没有到底？没有，没想到是我们，阿妈的西瓜，阿妈的西瓜，欸，没有，刚好说是要去蓬莱，哦，不要吃蓬莱，蓬莱呀，去玩阿妈的西瓜。香，啊，好味啊，跟你看这香干的面，干的面，好耶，都搞出面了，就拍了。我们到174174咖啡啦，这边看起来风景很好，欸，跟鹿高差不多，就是电线杆有点多。对啊，所以等一下我们就上去拍个完美照啦。今天来这里就是为了这个嘛，完美照。所以想说，那我要来拍，对，所以然后就顺便跑山，然后跟找个阿妈，跟她说个母亲节快乐这样。刚刚已经跟阿妈说过母亲节快乐，然后她死都不跨我的车，真是有点遗憾。有拍照，有拍照，有合照。她只愿意跟，就是站在我的车而路旁边，然后跟她拍照，打死都不愿意跨上去。她觉得她说她不会闪掉这样。对，然后我们等一下就是喝个饮料，然后上去拍完美照。今天就大概是这样，分享给大家这个景观啊，这个景点，我的红茶，啊，哦，夏天喝冰的超爽的。前面有人走很快啊，可以看到山路，哎，我觉得这个 view 很好，这个 view 我喜欢。这就是我们心心念念已久的悬空步道。透明的台阶真的是有地上有环境，然后非常的漂亮。鹿高就没有这个透明步道，这个透明步道有点过分。我要伸长来的空拍感，要飞过你头顶这样。好啦，那
差不多是这样啦，然后就推荐这个地方给大家，来的话有人在陪掐，有人在陪掐。对的，就如果大家有来这边的话，一定要上来这边拍个网美照，这样才会值回票价。对，那今天就到这里啦，拜托大家要按赞订阅然后顺便打开一个小铃铛。陪上来去了，陪上来去了。这个飞得有点快哦。好的，那我们就下支影片见，啵啵。记得要来走这个步道哦，走，一定要哦，会扔卡哦。不会啊，不会扔卡啊，会扔卡。